一号男嘉宾你好。地方的人找温暖，我来自沈阳，我叫李德林。二号男嘉宾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辽阳的，我曹忠俊。我是找个相投的人。欢迎三号男嘉宾。我是干啥像啥，绝不会累着媳妇的人，我是来自沈阳的马国昌。四号男嘉宾你好。我找一个性格好能照顾家里的人，我来自沈阳的杨守礼。五号男嘉宾你好。晚清一满魂流暗，爱的选择结良缘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求同存异娶老伴，我是来自辽阳的李运东。爱情的发生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不分年龄，也许在下一刻你的爱情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女士啊，虽然是受过情伤，但是她依然坚信爱情就在不远的前方。接下来咱先通过照片认识一下她。哎，这女嘉宾的照片一看就非常的干练哈。干练是不是一位要强的女士呢？那可能还是一位厉害的女士呢，咱也不知道。但是你没发现她眼神比较犀利的同时也有着柔情啊。嗯，好漂亮呀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呢？接下来有请她出场。大家好，我今天上爱的选择来了，想找一个正经八百过日子的。好，来，欢迎您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漂亮，好看，健康丰满。我发现咱们姐姐这次来依旧是满天星啊。哎呀，而且衣服上也是这么相应的，这么多的花啊。这是家里边喷的是不是啊？你怎么的，家里平时就喷这个，有用得着的时候吗？你演出啊？在发廊喷的啊。是这样的，所以说特别的亮丽。满天星，我们弄上满天星。贾姐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阿姨是我们的一个老嘉宾啊，就这两年是比较忙事业呢。她上过电视台，我知道，有看过她上。人家是带队的队长，头。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，是有组织能力的人。口才好，能讲啊。要不旅游能去吗？不跟你讲明白吗？能说不见得口才就好。能说不见得口才。能说他有主能力呗，说就说明他有主织能力。有的人就说废话。我说他有主能力，这对不？您是经商吗？以前做过买卖。有以前做过买卖，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出他的实力来。咔咔，亮亮，刷刷的，是不是？金色的，老沉了，这脖子坠地上吗？实力够用，是不是啊？你光花钱就完事儿了。来吧，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。15499号女嘉宾刘秀英，66岁，沈阳人，丧偶，身高1.65米，企业退休，有住房，儿女独立。我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，我这个人性格好，爱张罗，所以退休以后我也没闲着。这是我们洗的海藻。大连水咋样？大连水特好。我们吃的午餐吃的多好，看看咸的海鲜。是不？这一桌得多钱呢？这一桌啊，也得400-500块钱。这一桌，我这个人不仅喜欢玩，非常会享受生活，把家里打造的非常精致，这是我的爱好。这些东西都是我绣的，这是《红楼梦》，这是12钗。我的小家虽然不大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干净。这些屋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制造的，都是我自己整的都。我是爱的选择的老观众了，特别希望在你这个节目找着我心上的人，想找一个就是忠厚老实的。别找我就是没有不负责任的，我不想找。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